我以后要变成他这样的人，那得看你本事有多大了。所以你到底是谁？ 就是桑博，我们不是一路人。我一定会把你查清楚的。我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秘密，在他的字典里没有认输这两个字。把年龄上哪儿去了，孩子？ 我不冤枉任何一个好人，好人坏人一念之差，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，向我开枪。知道我做了什么吗？我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要相信你。我爱的是你的现在，没有那么在乎你的过去。 柔柔，柔柔。
从今天开始，别叫我师父把枪放下，把枪放下。坐下。
诉我为什么骗我。我最好的兄弟居然是景凤的线人，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？就是因为你，我积累了半辈子的财富全没了，我又变成一个穷光蛋了。以后警察还得追捕我，我得满世界到处的逃啊！你可真行啊！我他妈打死你！妈的！我没想到老天居然跟我开了这么大一个玩笑。我的好兄弟，刘子国。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把你引到这儿来吗？啊，还记得这个地方吗？刚到 M 国的时候，咱们俩就住在这儿。还记得这个天台吗？咱们俩在这儿结拜了兄弟。我叶望龙，对天起誓。我刘子光，对天起誓。从今天开始，跟刘子光结为兄弟。以后与叶望龙结为兄弟。以后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真后悔当时应该再说一句：不求同年同月生，但求同年同月死。死在自己兄弟的手里挺好。就因为你，什么都没有了，钱没了，兄弟也没了。你知道该怎么玩。来，咱们兄弟俩再玩最后一次。
杀了我！你不是想知道银行账户的密码吗？ 3.1415926，3.1415926，3.1415926是你的生日，9.2.6是我的生日，中间的15是当年我们在这里结拜的日子。杀了我，我不会杀了你。 法律会制裁你，杀了我，我不会跟魔鬼同路，杀了我。 韩金呢？韩金牺牲了。你有证据证明你是镇武的线人吗？ 只有我一个人的照片，连一张合照都没有。
蓉蓉，当你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，爸爸已经永远的离开了你。首先，我要跟你说一个情况。照片上这个小伙子叫刘子光，他是爸爸发展的一名线人。这个小伙子非常正直勇敢，他打入了贩毒集团内部，为我提供情报。 我曾经和组织提到过这件事情，但是因为M国警方关系错综复杂，为了保护刘子光的安全，我并没有将他的全部身份信息汇报给组织，因此组织并不知晓我的线人是刘子光。蓉蓉，如果你看到了这个视频，你一定要将刘子光的情况向组织说清楚，也一定要保护好这位勇敢的无名英雄。蓉蓉，从你出生到现在。 爸爸一直独自在外执行任务，但是爸爸并不觉得孤单。每天，爸爸都会看着你的照片，好像你就在我身边，陪着我，并肩战斗。然而，最让爸爸心痛的就是，直到最后一刻，我也没有能够以父亲的身份与你相认。 亲耳听到你叫我一声爸爸，没能够抱抱你，对不起。但是我知道，你一定会理解我的选择，因为你是我的女儿，因为你是一位警察。 他现在也当警察，我这老战友还问我，哎，你愿不愿意啊？啊，他当警察，你高不高兴啊？我说高兴啊，怎么会不高兴呢？警察多了，坏人少了，这世界就安全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想好了，等咱们任务完成以后啊，我就带你回江北，我就把你介绍给我女儿认识。年轻人一认识，一相处，没准他就那句话叫什么？哦，来电。 知道了你的身份，他带着一帮手下就在楼下。我本来是要告诉你，我一个重要的情报，这个月十三号，所有毒枭都会在公海开会，幕后大老板也会在。等着都没用了。拿着枪，一起下去。听我说。 你这份情报非常重要，我到M国这么长时间，就是为了将这班毒贩一网打尽，而这条消息是我们可以取得最后胜利的希望，所以必须传出去。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，我命令。
终于想明白了，哥哥错怪你了，看你浑身发抖啊！没关系，第一次杀人都这样，以后就好了。Take him for drink to come down. 小伙子，你是一个好心人呢，在海边发现你，把你送到我们医院来的。根据你的身体状况，我们判断，你的头部受过撞击，很。
很有可能会存在缺失性失忆，这个记忆缺失呢，慢慢就会恢复的。你身上是不是也没有钱了？这点钱你拿着，换身衣服，给你理理发，别太担心，没问题，慢慢就恢复好了。来，新郎新娘离得近一点啊！来，把头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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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镜头，来稍微笑一下，笑一下。哎，你也过来，我们一起拍。对，来离得近一点，稍微。医生，医生不好了，那边有人晕倒了。在哪儿？那边。你们先坐一下，我去看一看啊。哎，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之前你给我的500块，现在我还给你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不不不是不是不是，必须得还的。你去救人啊。那你们先坐。你先去救人。啊，两位摄影老师辛苦了，你们去那边等我们俩一下啊。等一下在那边取景，在那边。谢谢，辛苦了。谁让你坐了？站着。我第一次结婚，四个人照婚纱照，还有医生，还有个护士，啊，我到海边不跟海合影，跟医疗站合影。刘子光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要不想娶我，你就直说，好不好？哦，不是，那个医生是我的恩人，那次我被托尼打下船之后，我就在海上漂了好几天。然后我被冲到那个岸上，就那片礁石上。你看，是他救了我，还给了我500块，让我坐车回江北。那个护士呢？那个护士帮我剪头发，可好了，她剪的。要不要一起娶回家呀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蓉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不要生气了，好不好？我不是真生气了，我知道我老公最重情重义了，嗯，是不是？你知道我要给你什么了吗？看看谁？啊！哎，你爸。姐。喂，爸。找你。喂，爸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一个小时之内赶到。啊？我得走了。你去哪儿啊？执行任务。啊？什么任务啊？保密。啊？那我们的婚礼怎么办？延期。啊，喂，这戒指。张总，请。
您好，张总，飞机要在40分钟后才能起飞。为什么？航空管制。这是为您准备的早餐，请您享用。您好，请您慢用。张总，请问您要喝点香槟吗？新来的？啊，是。小姐，喝点香槟吗？我是工作人员，不喝酒。哦，那您可以试试这个甜品，味道很不错。请您慢用。那我们的婚礼怎么办？别急，我是来自中国的缉毒警察。杀了。到底有没有事啊？我的父亲，我恨你！我也想到我是你爸的信任。从今以后，我不是你一个人的了。我喜欢你，你可以做我女朋友，嫁给我好吗？我爱的是你的现在，没有那么在乎你的过去。虽然我不知道你8年究竟做了什么事情。但我希望接下来的所有8年，你都会陪着我。刘子光，刘子光。心中却还睡。
旧时光。